咖啡豆必须要现磨，香气才不会散失。80小时的无氧发酵与17天晾晒，赋予这只豆子迷人的特质。研磨是咖啡的灵魂，均匀的研磨是咖啡萃取浓缩的起点。温度是咖啡的钥匙，92度水刚好解锁豆子的风味精华。水量是咖啡的承载，1:16比例注水，就是我要的浓度，不增不减。时间是咖啡的命脉，1分40秒萃取，呼吸之间，咖啡已是消壤之别。草莓、葡萄、黄糖，甜而干净。较真意味着我们对生活是认真的，咖啡是值得较真去探索的世界。